我第一次来大港，这里海边哈，海边比较好，海边不错，然后有海风，觉得你高雄真的很棒。你们每次活动我知道配套都做超好，你们那个疏散，我上次来参加那个 cosplay， 咻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我们是一条龙，像派对的时候我们也派人去 cos。那下次大咖可以找我们啊，对，应该跟雨神同行哈。那个雨神同行，你来的话人数假如超过一万，我帮你疏散。这里就是亏巴啊，你海边的亏巴啊，心情就好。对，今天这么热哦，我都还没有生气。我本身很容易生气，那你生气的时候会怎么跺一下脚？有时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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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学着留恋不放手。鼓掌，鼓掌哈！尖叫声，尖叫声，好。接下来有什么很棒的人要来办一些活动？这个不能说，不能说。不然你在我耳边说说。你们想不想要被正能量妈妈看？